爸爸在那裡做什麼啊？仔女的 to do list。 To do list 八點鐘游水，十二點鐘補習，兩點鐘拉小提琴，五點鐘學跳。還有的，哇，正到呢。咦，爸爸這個是什麼？哦，仔女的 to do list。紐西蘭生態之旅，每位消費39,700元啊，幾抵啊，嗬！有得玩下，學下嘢，唔錯啊。如果俾你揀啊，你會揀啲小朋友可以要好輕鬆咁樣學習啊，定話咧好要操練佢哋去學習咧？我諗翻我以前啊，最簡單嘅就係、是。其實如果沒有人推，沒有人去鼓勵，件事很難成事的。我經常都想起一個好的例子，就是我學了3年鋼琴，我考了一個試，一級啦，很厲害，我考到101分，那我是合格，再加2分這樣啦。那我覺得其實到我真的懂事了，17、18歲的時候已經放棄了很多年了。我覺得為什麼當初沒有那個興趣去學呢？我覺得到現在就有點遺憾的，因為不懂。我爸爸呢都比較嚴的，爸爸媽媽都比較嚴的，都有逼我去補習班的，我都挺厲害的，我試過收埋功課在書裡面。咁就每日就佛流堂，就兩姊妹就唔使翻屋企嘅。嗰啲係補習班嗰啲，即係操班，即係操數嗰啲嘅。咁所以我而家啲數唔係話超好嘅原因，可能就係因為我做唔曬啲功課。唔止啲數，好多其他嘢都唔。但係都要多謝我爸爸都比較嗰啲叫咩啊？專仔啦，喺我揀科嗰陣時候，我冇得揀 drama， 佢係都要我讀 econ。咁我都即係明白好多嘢咯，讀完 econ。 嗱，其實咧頭先咧喺我哋錄緊嘢嘅時候咧，我知道發生咩事啦。阿 Jason 咧就寫咗個 to do list 嘅。嗱，上邊咧未畫嗰啲咧就係工作人員寫嘅，下邊咧就係、是。Jason 寫啊，佢話咩咧？9:30之後 no TV， 9:45do dishes and mop the floor， 即係拖地兼洗碗。10:03仲要再做功課，係 more 啊！呢啲品都唔係咩？10:09咧又係 no TV， 喂，係咪現實嘅你啫？第二個頁咧仲誇張㗎，你揾唔揾得翻啊？揾唔翻。如果真好多無聊嘢嘅。其實呢版咧已經好溫和噶啦，第二頁咧好似有啲按摩啊，又唔知道做啲咩抌垃圾啊，唔係，因為我人咧比較中意乾淨，所以清潔呢一環咧係唔可以少嘅。我細個有洗碗噶，哦，咁我都有洗碗。咁我對呢方面，你話吸地啊，吸塵啊，咁就所以清潔呢方面咧，我覺得小朋友係需要幫手做嘅。哦，咁啊係，我哋喺屋企都有噶，朝頭早要煮早餐，同埋要洗車拎咯。O K， 所以洗碗、洗車、洗車、拖地、吸塵，唔好唔做啊！好憎吸塵嘅細個，吸塵。